热爱西甲，关注伊比利亚半岛头条，一起来浏览今日各大西班牙报纸的头版消息。马卡报，一，阿森西奥拯救 B 计划，皇马在本轮西甲联赛中主场1-0小胜西班牙人。皇马主帅洛佩特吉在本场比赛中做出了轮换，阿森西奥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，这粒进球在经过 VAR 的验证后确定有效，二雷马尔决定比赛。马竞客场2-0击败赫塔费。三，当地时间今晚20:45，巴萨将在主场对阵克罗纳。四，在本轮西甲的其他几场比赛中，塞尔塔主场3-3战平巴拉多利德，阿拉维斯客场5-1横扫巴列卡诺，埃瓦尔主场1-0力克莱加内斯。阿斯报，一， VAR 的胜利，在本轮西甲联赛的一场比赛中，皇马主场1-0击败西班牙人，他们遇到了后者的顽强抵抗。阿森西奥的进球首先被取消，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后判被有效。凭借这个进球，皇马主场收获3分。二勒马尔制造了2个进球，帮助马竞客场2-0战胜赫塔费。三，当地时间今晚20:45，巴萨将在主场迎战赫罗纳。世界体育报，一。巴萨主席巴托梅乌和巴萨主帅巴尔维德的经纪人在本周进行了会面，双方洽谈了续约方面的事情。巴萨俱乐部希望巴尔维德继续留在巴萨，而巴萨将在当地时间今晚20:45主场对阵赫罗纳，他们的目标是收获开局联赛5连胜。三，马德里双雄本轮分别取胜，皇马主场1-0力克西班牙人，马竞客场2-0拿下赫塔费。每日体育报，一，绅士德比，当地时间今晚20:45，巴萨将在主场迎战赫罗纳，这是一场加泰罗尼亚大区的德比，巴萨需要一场胜利来确保领头羊的位置。巴尔维德赛前表示，我们已经获得了休息的时间。二，西班牙人在本轮联赛中客场0-1不敌皇马。三，勒马尔独造2球，马竞客场2-0战胜赫塔费。四，在本轮英超联赛的2场比赛中，瓜迪奥拉的曼城客场5-0狂胜卡迪夫城，穆里尼奥的曼联主场1-1战平狼队。